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上午是伫新营来提出伊要反转溪北地区的几项重要建设。伊希望讲会当来平衡城乡发展。伊对选战愈来愈接近哦，唔单是党内的竞争激烈，国民党其实嘛愈来愈侪竞争对手哦，是浮出台面。颜顺泽的呼吁中央是绝对袂当疏忽。关系合并了后，造成城乡发展无平衡的现象。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24号即天利用新营一位临时宿舍，用轻松对谈的方式向乡亲报告，对伫溪北地区发展伊的想法。历几年来，过年前后总是欠我停掉的月顶港停节，颜顺泽就希望趁着停节成功发假，串联新营、关顶六个停经点，创造溪北停节点亮溪北。咱的月顶港吼。已经把方法再生办到非常成功，咱未来咱会当对咱龙大学这个天这个已经港吼，甲延伸到天鹅湖，啊，天鹅了，咱个延伸到小迄个德源陂，柳营德源陂啦吼，啊，到这个六界西部陂，吼，啊，无到下游陂，啊，到关顶的这个葫芦陂，安尼一系列的陂塘吼。希望讲个当并讲西北登捷啦吼。去年每年的气候选战愈来愈接近。除了党内争取初选竞争激烈，对手阵营不论是无党籍参选的前市副警察局长陈子敬，还是国民党籍前台南大学校长黄秀爽，甲前立法委员高思博等人，拢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对初参选人严顺泽，也呼吁民进党中央唔通轻忽这股在野势力。不管最后绿军是谁胜出哈，不管蓝军整合出什么人呢，都是要提出好的政策，用好的他，同时他还要带领这个母鸡的效应。就说他不是只有自己选，他要把这个整个里长跟议员的气势整个带上来才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哈。改善溪北交通问题，落实均衡城乡政策，提升溪北公共产业以及落实文化首都。市长参选人严顺泽针对溪北地区迫切面临的问题，提出四项主题式的改革政策，更是专业提到。对的，市府伫市政执行上已是真实施，不过伊真正要做个，就是看见地方需要，互溪北地区市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记者万家新营区采访报道。